而家继续翻翻嚟行呢条小径，未落雪之前呢条路我行过好多次啦，落咗雪就第一次行。目的都是想住整五分钟咁上下啫，因为今日唔记得带嚿叉电啦，一路叉住一路行。随住嗰个温度降低啦，嗰个电嘅 capacity 啊 drop 得好紧要嘅，暖翻嚿电咧，佢就可以录耐啲。如果唔系咧，行一阵间就冇晒啊！嗱，而家呢个桥头啊。在下面呢，啲河面已经结晒冰了，这个已经结晒冰了。这一块地咧，有好多啲冰雪喺度融紧。前面有人放狗啊，呢啲冰雪咧，就會搭嗰啲樹嗰度，加強佢嗰個重力啦。如果啲樹枝頂唔順嗰啲咧，就天然淘汰嗰棵樹，屈斷曬佢。咁啊，俾新嗰啲樹去取替佢。呢個係大自然嘅法則嚟嘅。冇得傾，即係啲老樹要淘汰，嗰啲老殘嘅樹要淘汰。如果老得嚟唔殘嗰啲，咪繼續啦。後生嘅就話：，哎呀，呢一個斷口啊，你見到啊，咁粗都斷咗一嚿啊！上面嗰個斷口。呢一嚿啊，斷咗落嚟嘅，咁天熱嘅時候，佢有人咧會安排嘅鋸散佢啊，即係唔會咁樣咧擺一個危險嘅角度啊，佢即係驚人走入去啦，冧起上嚟砸死人啫。而家唔會鋸啦。亂啲先啦，啊呢嚿都甩咗落嚟好耐啦，橫放咗喺度，啊呢條嘅橫放咗喺度。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。